这个敌人对我们的军事威胁一直都存在。那我们也多次的这个向国人说明哦，包含我们的区域情势其实都很严峻。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办理春节期间加强战备的一个邀访的一个活动，主要目的也是让国人能够了解，即使在春节大家在休假的时候，国军仍然是24小时全天候捍卫国家安全。